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。所谓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香港的疫情到了这一刻可以说是一个严峻的时期。在这个时候，中央派遣核酸检测支援团队来到香港，帮助我们香港的市民共同渡过今次的难关，非常之感谢和感恩中央的，也都非常之欢迎内地的医疗团队来到我们香港。那我也都明白，其实內地的醫療團隊，他們剛剛在國內幫助內地的同胞共同抗疫，他們都辛苦，所以今次來到香港，我們也都要支持他們，也都希望他們能夠健健康康，注重個人的安全，同時間能夠幫助我們香港的市民渡過今次的疫情。那在這裡我也都希望，作為香港的市民，我們也都要配合中央，中央這麼支持我們，我們也都要同心齊心地去抗疫，注意個人的衛生。咁我覺得憑住我哋香港人嘅獅子山下精神，不屈不撓，冇嘢會難到我哋嘅，所以我哋要盡快打贏呢場仗。